来，大家请起立。我们向资深先生孔子行三鞠躬，礼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我们一起念请老师指导词：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。请您务必爱之深，责之切。一鞠躬。以水思源，施恩浩荡，我们一定虚心学习，并且不忘老师的恩惠。再鞠躬。有幸进入圣门，我们一定孝顺法贤，尊师重道，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再鞠躬。我们一起生活。服装仪容整理好，举手发言有礼貌，上课专心记得牢，天天复习不烦恼，有事请假要做到，有始有终志气高。我们一起念读经小口诀：直视坐正，经书摆正，左手压，右手指，眼睛看。好，来拿起大家的那个启蒙文学，来，我们大家欢迎何老师帮我们带今天的启蒙文学，掌声欢迎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老师好。我们把启蒙文学的《三字经》，我们先复习一下《三字经》前面的